多謝主席。有意見認為香港的離島有優秀的自然風光、鄉郊風貌、多個古物古蹟和其他傳統節慶活動，具潛力發展島嶼旅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第一，鑑於政府去年發表施政報告中提出重新審視前南丫島石礦場用地的規劃，並在本年內完成有關研究，研究工作目前的進展為何，以及預計何時會發表最終研究報告；第二，鑑於據悉由於包括碼頭道路及流動通訊設施在內的基建設施較為落後，酒店住宿設施亦都不足，窒礙了離島旅遊業的發展，政府有否制定措施並加強規劃，以及加快改善基建配套，鼓勵酒店和度假村等投資，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政府有否制定措施加強宣傳島嶼旅遊，如否詳情為何，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以及未來會否制定有關措施。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主席，香港天然旅遊資源豐富，擁有多個島嶼，周邊的海水是蔚藍清澈，可以進行水上活動和島上遊玩。部分位於新界東北部和西貢的島嶼更加是已經列入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政府是以自然保育和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致力推動綠色旅遊。旅遊事務處在2019年開始是舉辦鹽田梓藝術節和西貢海藝術節，透過藝術連結島嶼，包括了鹽田梓、橋咀洲、滘西洲和蘭船灣，讓旅客欣賞和體驗西貢海的自然風貌、歷史、文化和古蹟。小島亦都得以活化，亦都帶動當地的經濟活動。第三屆西貢海藝術節會在今年年底舉行。香港的離島亦都同時擁有很多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例如大澳的端午龍舟遊衝、長洲太平清照等。我們鼓勵業界利用這些特色，開發更加多相關的旅遊行程和產品，繼續積極發展和推廣海島旅遊，吸引市民和旅客探索香港離島的風光和文化。就葉劉淑儀議員的提問，經諮詢發展局、漁農自然護理處和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之後，現回覆如下。問題第一部分，前南丫島石礦場位於索鼓灣北岸，包括了20公頃的平地、5公頃的人工湖和1公里長的海岸線，目前以短期租約是租予外間機構作非牟利環保學習和野外活動中心。為善用並發揮有關用地的優勢，發展局去年11月開始展開研究，方向是善用前石礦場本身優美的環境和人工湖、鄰近的鄉村、恆生徑和海鮮街的地理，以及用地對出的索鼓灣水體，把該處發展成為休閒度假和戶外康樂地帶，促進海島旅遊。由於發展是需提升基礎設施，我們會考慮加入包括度假酒店、優質營地等住宿配套設施，以至低密度住宅，以增加項目的商業可行性和市場參與開發投資的意欲。我們會在今年內就發展方向，包括土地用途和發展模式提出建議。問題第二部分，政府積極發展海島遊，旅遊事務處是擔當協調的角色，協助私人團體或者人士在離島發展各種旅遊設施，例如住宿、飲食等。同時，旅遊事務處亦都一直協調和促進各決策局和部門善用智能科技，推動智慧旅遊，制定和實施措施，提升旅客旅遊體驗和增強香港作為主要旅遊目的地的競爭力。就離島和偏遠地區電訊基建的設施方面，通訊辦正是推展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計劃，同埋籌備透過資助加快擴展鄉郊同埋偏遠地區的流動網絡基建設施。
政府正推展改善碼頭計劃，透過增建或重建公共碼頭及提升它的設施，改善離島和新界區一些偏遠地方的對外海上交通。現時計劃中涉及23個公共碼頭，當中一個已經完成，10個工程進行中，預計會在今年起陸續完成，而餘下的正在規劃及工程設計階段。政府亦致力提升綠色景點的公共交通配套，包括加強西貢來往滘西村和梁船灣的街道渡輪服務，及新開辦的沙頭角、馬料水、大水坑來往荔枝窩、鴨洲和吉澳的街道渡輪服務。近年政府亦改善不同島嶼上的遠足徑，包括了鳳凰徑第二段、橋咀郊遊徑、昂坪一帶的遠足徑，以及翻新昂坪自然中心，而鳳凰徑第三段的改善工程亦已經展開。土木工程拓展署是建議善用南大嶼，包括了長沙、水口、石壁和貝澳的天然和文化歷史資源，提供可持續具不同主題特色的休閒康樂設施，以及加強南大嶼的陸上和水上交通配套，包括在長沙增建碼頭，以及在長沙和貝澳是增設住宿設施，例如沙灘營地、優質度假住宿和優質營地。土拓署會探討不同的推展模式，包括引入私人機構投資者參與項目。土拓署已經在今年5月28日開展了為期兩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市民的意見。問題的第三部分，政府是積極透過不同的途徑宣傳海島旅遊，向遊客介紹香港的島嶼的特色。旅遊事務處先後推出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和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鼓勵旅遊業界開發更多特色主題的旅遊深度遊的行程和旅遊產品。其中與離島旅遊相關的地點包括了海岸公園，好似海下灣、東平洲等，和一些天然的島嶼，好似橋咀洲、鹽田子等。政府亦在2023年贊助香港旅遊業議會舉辦創意深度遊行程設計比賽，鼓勵旅行代理商設計不同的主題的深度遊行程，當中包括了離島旅遊行程路線。我們會繼續鼓勵業界開發更多特色主題的旅遊產品。同時香港旅遊發展局亦透過紫赤自然就在香港的全年宣傳平台，以登山遠足和探索離島等主題推廣綠色旅遊產品。漁護署亦設立了多條陸路和海上遊覽路線和遊客中心，亦透過社交平台、互聯網和郊野旅行主題網站推廣相關的景點和交通資訊。我們會繼續聯同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推動海島遊的發展，充分善用香港珍貴的南陸資源，落實無處不離不旅遊的理念。多謝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多謝主席。香港最大的離島是大嶼山，那裡的天然資源豐富，發展旅遊的潛力是很高的，但有一個問題就是旅客住宿的地方是不足。最近發展局發表了南大嶼生態康樂旅遊的建議，南大嶼長沙那裡就是一個康樂樞紐，副局長都知道。下長沙就有最長的沙灘，但是那裡沒有什麼地方住宿。鑑於政府有7個度假屋給公務員和退休公務員享用的，4個大美督、3個在長沙，政府會不會考慮這些度假屋面積不太大，入住率都不錯的，有70-80%， 可不可以考慮改建這些度假屋拿來給市民或者旅客享用，增加我們離島旅遊的吸引力呢？局長。
多謝葉劉淑儀議員的意見，咁都好多謝佢認同我哋南大嶼個康樂生態走廊的建議。咁裏邊佢提到要改裝現有一啲政府嘅度假屋嗰方面咧，咁我哋啱啱聽到，我都會帶翻去俾相關部門啦。咁但我都想講一下咧，其實我哋喺我哋南大嶼生態走廊，我哋都提出好多新嘅住宿設施，包括我哋喺貝澳會有啲優質營地啦，我哋會長沙咧亦都有優質住宿設施同埋優質營地嘅。咁同埋當地都有啲民營嘅一啲露營車啊，或者啲度假屋嘅設施嘅，所以我哋推進南大嶼嘅旅遊生態發展嘅時候咧，我哋一定會好注意咧，提供足夠嘅配套，包括住宿嘅配套，令到遊客有一個好嘅感受嘅。多謝主席。